超级简易，来一个带上的零式，谢谢。哎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抠门卖家，想要超级简易，老王反手就安排上了。再来取个175，男号里带了一把小武器，人修的话6000，烈速500，宠修6400，攻击150，辅助技能强壮神速，四打160，师门技能1400，紫色名字再加5000，原始种族为仙啊，男仙加1000，769亿，700亿其实经验加的稍微有点少啊，龙宝，再加上一个400。海豚再加上一个500，行囊三个格子加他个200，锦衣浪淘沙加他一个1500，染色衣服加个300，帽子他还没染。这个号水云龟都没买，这号应该是有神器啊，全两级的神器，神器加上一个700，武器150的锤，160的锤子啊，这把武器 PK 用不了啊，任务也用不了啊，基本就是一个分解有几率的原身的一个东西啊。现在还有一个可以加钱的选项啊，这号清的真干净啊。把这个几年前的什么未合成级传家宝都拿出来了，这种号有很强的刚需，可以多卖号多卖钱啊，因为它原始种族先祖有浪淘沙，副本积分2点啊，我操，真是个，最后估计换个神秘石太阳石，2点其实也能拿走，换经验就行了啊。我收回刚才说的话，我谢谢你给我带旗子了啊。25个仓库全打开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号还好是买号买得早，我跟你讲，原号主绝对不是商人。商人清号都没有清的这么专业的，他连个什么烤鸭呀、什么真露酒啊、醉生梦死都没给留啊！刚才那个什么星辉石、太阳石、什么变身卡、什么魔兽药诀、高级魔兽药诀全都有啊！哎呦我操！对了，兄弟们，最近有想估价的可以滴滴，出不出的也没关系，咱们这边有万人群宣传和免费估价。这能不能给兄弟们盗号的都直呼专业？盗号的一般都留点东西啊！宝图84张啊，让你专业，这个应该也不是很专业啊。辛辛苦苦啊，那玩意儿什么破烂都给倒走了，结果有84张宝图忘取了啊，人生中巨大失误啊，这肯定必忘了，以他的性格肯定是忘了呀啊，门供都给兑换了啊。哦，点卡金库还有1200万，这就是叫什么智者什么玩意儿必有一失了是吧啊。一顿操作，84张宝图乘以3，252，加点卡金库1272啊！现在已经血赚1524了，还有什么可以赚的钱呢？保险箱啊，保险箱没有了，特殊金库转换成储备金，检查我的账户倒是没有了啊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！他把所有的脑子里过的都是什么副本积分、神器不分啊、物品道具啊，把自己不用的什么点卡金库啊、宝图都给忘了。有些人忘记宝图是因为以前的宝图是直接给身上，后来宝图改了啊，怕占用地方，直接给你储存到那家里啊，家里还有个地板啊，不错啊，当了一把人，家里的家具也没有用如意符给你收走，也还行吧啊。我们去宝象国口袋里看看有没有未领取的道具、幻境物品、幻境奖励，取出幻境物品，一个120的弓，一个120-130的灯笼，一个120的剑啊。好，有这家伙怎么说呢，大聪明啊，表面小抠实则土豪啊，表面精明实则憨厚啊，号主哭瞎了啊，我刚才一看他就不是专业的啊，没想到这么不专业啊。卖号血亏，来，现在就看价格了，兄弟们啊，300+700+300+1500，再加200+500，再加400，再加1500+5690，再加1000+5000，再加1400+2000，再加2000，再加150，再加6400，再加6500，空号35540，35540，兄弟们感觉高不高？估价是34940，老板的购买价格33500，差距的价格1440除以33500，差距的价格啊，在4.2%啊，也就是这个号又估准了啊。我们去看看西凉女国的马真人啊和神器积分，修炼点数啊，零个修炼果，马真人8BQ。好，神器积分170啊，这个号的话，综合的价格33000的话，我觉得很划算。啊，钱随便秒吧，想秒多少就秒多少，发马来就 OK 啊！琴音，先出琴音，先出琴音成就，谢谢。第一个白，第二个白，第三个白，第四个白，第五个白，第六个白，第七个重现，第八个白，第九个白，帽子冲刺失败，接下来轮到零式，超级简易，来一个带上的零式，谢谢。哎，带上了，我操，带上了，兄弟们，带上了109级，带上了129级的配饰。
血一房，双房一血。老板要的是120级，双法房一防御，给我圆梦。节目效果爆炸，但杀伤力不大啊。第一个拉，第二个拉，第三个拉啊，第四个啊，在鉴定完以后，尝试性的佩戴，竟然真的戴上了啊。